谢谢啾啾。哎，妙，嘿，最近有很多学弟妹都在问，要怎么才能加入吉他社啊？加入吉他社很简单，只要到 B2 社办，吉他社社办缴社费，然后填入社单，就可以加入吉他社啦。那加入吉他社可以做什么啊？加入吉他社不仅可以学吉他、学唱歌、学打鼓，还可以有很多表演机会。最重要的是可以交到一群好朋友。那我们的社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社课时间是每周三，3:20到5:10。没错，嗯，对，好。妙，那吉他难吗？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蛮难的，因为怎么压都压不好。我其实一开始也觉得非常难呢。不过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弹好，要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慢慢成为一个成功的吉他手。我知道了，最重要的就是不放弃的精神，还有拥抱失败的精神。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由逸轩带来的拥抱失败。喂，大家好，我是主唱逸轩。在我左手边的是 keyboard 手逸豪，在我右手边的是我的电吉他手弹头，在过去的呢，就是我的鼓手乔安。谢谢。掌管系的朋友在哪里？第二首歌，然后还有一首歌，希望你们再留下来继续听完好吗？这一首非常的精彩啊！哦，对，集中社吧。啊，对，下礼拜三是我们的集中社吧。大家一定要来哦，还有我们的第一次社课。然后早上还差点下雨，害我们超傻眼。
可是后来天气就变好了，然后台下也很多观众都很捧场，然后到了快结尾还这么多人，实在是超级感动。对啊，台下你看几千几百万的人，然后我快傻眼了哎。对呀、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意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天气这么热，签到表都快签不下了，我们文书都在伤脑筋了。文书是哪一位？文书坐在桌子上的那一位。那我们辛苦拍照的资讯是哪一位呢？跟大家挥挥手。今天没有来到场的朋友，我们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也有直播，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等下会唱，可以跟我一起唱哦。用心画给我的表情。